观众大家好，佛在经上常讲，世间万法都是虚假的，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虽然佛为我们说出宇宙人生的真相，但是又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些话它真正的含义啊何在？实际上说这个话的意思很深很广，如果我们真正透彻明白了，那就不是凡夫了，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听佛说法，我们能够理解的深度确实是很有限。十法界、六道轮回，这些都是因果变现的相状，相有体无，似有理无。那么这些四相虽然是虚妄的，这佛给我们讲因果不空。因果何以不空呢？就是这些四相的转变不空，这些四相的相续不空。因为有相续有转变，所以业因果报就非常明显了。所谓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果报通三世，由现生啊这一生所造的善因，这一生就能得到善果，这个叫现报。也有啊，我们这一生所做的善恶，这一生没有果报，而果报在来世啊，来一生。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称之为生报啊，你来生呢就得到这个果报了。那么还有一类，这一生所做的善恶业要到来生也没有，也没有果报，到第三生或者第四世或者是千万年之后，或者是无量劫之后遇到缘，这个果报才现行，这个通通叫后报啊，在佛法叫后报。因果通三世啊，造作的业因决定有果报啊。如果说造这个业因没有果报，这在理上讲不通，在事上也讲不通，决定有果报，因此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不能不谨慎了。在经上常讲，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菩萨是个觉悟的人，他唯恐自己将来受恶报，所以他先断恶因，决定不造恶因。于是他这个罪障消灭了，功德才能够圆满，才能够修成佛果。而凡夫之人呢，是常常造恶因啊，又希望啊不要受恶报啊。佛说
这种心态就好比在太阳底下想躲避自己的影子一样，徒劳奔驰啊，是决定不可能的。所以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都应当要深刻的去了解、去认识。然后我们才知道佛所讲的这些话了，只有一念心性是真的，真心的本性啊，说它做真，说它做本，就是它永远不会改变啊。这是一切相之性，一切事之理，永恒不变。虽然不变了，但是它随缘啊，这个真性呢，它随缘。它要是随觉悟的缘，那就成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陀啊，就现这些相。如果他随迷染的缘，他所现的相呢，就是六道轮回的相。所以我们心性呢，会随缘了。随缘它不变，不变它能随缘。这些事理我们也要清楚，也要明白。然后设法界这一些事项啊，我们就能够随心所欲啊。我们选择四圣法界是自受用啊，我们也可以选择六道轮回去度化众生啊，就是佛家常说的成愿再来，随类化身。我们要想度人道的众生，一定要现人道的思想。如果我们要度畜生道的众生，一定要现畜生的身相啊，同样道理，地藏王菩萨要度地狱众生，他一定要现地狱的身相。如果不现同类的身相，就不能度那一类的众生。那么由此可知，佛菩萨在六道示现呢，他不是果报啊，他是大慈大悲，怜悯这些众生啊，示现这个身份呢，把他们带出六道轮回啊，这个叫大慈大悲，这叫做普度众生。我们的人生不容易，闻佛法尤其不容易，既得人生，既得闻佛法，就要认真努力去修学。佛菩萨是我们的榜样，正等正觉是我们的目标。可是我们一定要晓得，凡夫从无量劫来所造的恶业，古德有个比喻说，厚超过大地，深超过大海。而佛在经上跟我们做了个比喻，那是更好。假如我们无量劫来所造的这些恶业，恶业要是有体积的话，这个体积再小
啊，像原子、像电子，啊，只要它有个体积的话了，无量界来我们造的这些恶业，尽虚空都容纳不下。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既然呢，无量界造作这些恶业习气种子这样的深厚，如果我们在修学菩提道中要能够说是没有障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无论在世法在佛法，大圣大贤呢，都不能保证他自己一生平平安安的，原因就在此地。啊，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不怨天不尤人？啊，能够安心地接受，就是他懂得这个道理。啊，了解这些业因果报的由来。他明白，他不迷惑，所以他能够安心忍受，依旧能够成就道业。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效法的。那么今天社会许许多多的灾难，究其根源在哪里呢？在伦常。啊，所有一切动乱灾难的根源，正是佛家所说万物淫为首啊，百善孝为先啊，这两个字真是把那个根本挖掘出来。所以世出世间的大圣人教我们安身立命从哪里做起？从夫妇之道做起。你看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啊，我们中国古老的这个教学，传统的教学，一直到清朝末年啊，现在不讲究了啊，几千年都守住这一个宗旨啊，都遵循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五伦十义。啊，是社会呀安定的根源。五伦第一个是夫妇啊。啊，夫妇生活在一个室，室就是一个房间呢，同一个房间生活，房间外面呢，这是家了。家里面的成员有父子兄弟啊，所以他的基本是在食，是在夫妇。那么换句话说，夫妇是世间一切众生幸福的根源。如果夫妇之道破坏了，那就是社会一切动乱灾难的根源。要想挽救社会，从哪里做起？从这个地方做起。啊，那么现在在整个世界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家庭破碎啊，这个离婚的事情太平常了，司空见惯了，
就见怪不怪了。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现在人有真智慧的人少了，有真学问的人少了，看不到这个根源，疏忽了这个根本。中国在古代，诸位学读《礼记》、读《仪礼》，最隆重的、最繁琐的，就是婚礼。为什么婚礼要这样的隆重、这样的繁琐？就是提醒你，要慎重的集合，集合之后就不可以分离。不可以分离，就是维系社会安全。不许社会有动乱发生。否则，家不成家了，过就不成过了，天下大乱了。古时候啊，这有结婚的，没听说离婚呢。哪有这种事情啊？这还得了啊？所以印光大师在民国初年啊，距离我们这是七八十年前了，他老人家一生自行化他教育大众的就是顿伦尽分贤贤存臣，就这四个字啊，这四个字就能安定社会，就能够消灭世间所有一切的灾难。可惜大事以后没有人提倡啊，没有人重视啊。伦就是无伦，顿目伦常啊！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叫什么呢？就是教你明白人与人的关系啊。头一条就是叫你明了夫妇之道啊，然后教你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啊、君臣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啊。伦是同类也啊，我们是什么身份、是什么地位，我们应当尽的是什么义务啊。每一个人都有这十种身份，啊，你在家庭里面，啊，你是一个先生，对你的太太，你是丈夫的身份，啊，太太对丈夫是妻子的身份，你要尽到你本分的职责。你对你的父亲是儿子的身份，你对你的儿女是父亲的身份啊，对你的兄长你是弟弟的身份，对你的弟妹你是兄长的身份啊。在社会上你有一份工作，对你的公司掌上你是部下的身份，对你自己领导的部下你是领导的身份啊。你要知道你在什么身份上你要做什么样的义务，你要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工作啊。佛教给我们做事做饭，
斯是大众的表率啊，我们的行为工作要给大众做模范啊，这个人就叫做佛菩萨啊。而儒家教导大众啊，做亲做君做师啊，儒家讲的君亲师啊，这三个字的意思跟佛法里面讲做师做饭完全相同啊。我们曾经在此地做过一次专题讲演啊，说明现在儿女为什么不好教，学生为什么不好教，员工为什么不好带，问题结症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能够做到君亲师啊。佛陀的教育为什么今天这么腐化跟释迦牟尼佛基本的精神完全相违背，毛病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啊？我们没有懂得做师做饭嘛，把华严经上五十三参的精神模式完全舍弃掉了，佛教也能不衰呀？不但衰，会在这个世间消灭掉啊！啊，这都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所以印光大师提出来顿轮尽分贤邪存诚这四个字太重要了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尽自己的本分啊，本分工作做好了没有功劳，做不好你有过失啊，做好为什么没有功呢？我应该做的嘛，你怎么可以鞠躬呢啊？现在人做一点好一点的事情都觉得值得骄傲，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你应该要做好啊，应该天天求改进，一天比一天做得更好。儒家讲的日新又新，佛法讲的精进，你应该要做的。你做的不好，你有罪过，你有过失啊。要懂得尽自己的本分。那么我发心出家了，这是出家这一类，人就是这一类啊。出家这一类干什么呢？续佛慧命，教化众生啊。所以佛法是私道，发心出家就是社会上啊有一些年轻人立志从事于教育工作啊，一生呢去做一个好老师，去教学啊。出家人是从事这个行业啊，在家从事于教育工作，大概在学校里教书，它有个范围。出家人教化众生没有范围，所以教化的对象九界众生，这个范围就广了，没有一定的场所，没有一定的时间，没有一定的对象啊。所以佛教育范围非常之广大了
我们发心做这个工作，做这个工作，我们的生于一三业都要做社会大众的榜样。所以佛在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善护口业，不积他过，我们做到没有呢？要真干呐、口不出恶言，不积他过。你看，连世间的贤人君子，遭受人陷害，都没有报复的念头，都没有怨恨的念头，何况学佛呢？别人毁谤，别人陷害，我们接受啊，不埋怨。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呢？我们了解无量劫来的业因果报吧，过去生中造的业因，今天这个果报当然要承受受这个果报，这个账在此地就一笔勾掉了，下一次再遇到这些人他就不回报了吧报掉了。如果我们受这个果报的时候还有怨恨，那个麻烦就大了，那就生生世世啊互相愁肠啊没完没了。这是愚人干的事情，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干的事情。有智慧的人账到此地来了就还掉了，一切都做还债项。所以不怨天不尤人，没有丝毫怨恨之心，常常保持自己清净平等觉，所有一切的灾难一切的祸害遇到了都是安心的承受这是我们得佛的教诲贤邪存诚，贤是防止防止一切邪知邪见，防止一切邪行我们要懂，要认识，要知道预防。存诚，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我们要用真诚的心要用清净心，要用平等心，要用觉悟的心，要用慈悲的心我们以这样的心处事待人接物这就是贤邪存诚的意思。一生能够守住这个原则，刹那之间都不离开，都不越轨，这一生才真正叫做个好人呐！印祖告诉我们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我在幕后加了一句做好人前面这个三条做到，那就是做好人好人决定有好报好报纵然不在今世，来世后世一定有好报我们心里面怎么会不自在呢？怎么会不安乐呢？以这个基础入佛法，佛祖
教导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个三句话了，诸恶莫作，善恶的标准，凡是有伤害社会、伤害一切众生的事情，决定不做。那是恶。凡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去做。众善奉行，这是善恶标准。如果以佛的教戒呢也好，佛的基本戒条有十善有十恶，哪十恶呢？佛给我们讲身，就身体造作、杀生、偷盗、淫欲，这是身的三恶，不能做。如果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这叫三善根，身的三善。恶反过来就善了，善翻过去就是恶。口是指言语，妄语是恶，两舌是恶，两舌是挑拨是非，恶口是恶，说话粗鲁，说话伤人，其余是恶，其余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翻过来，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其余的口的四善，意里面念头，贪嗔痴是恶。翻过来，不贪不嗔不痴，这就是善。所以我们要远离十恶，勤修十善，这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恶莫作，绝不造十恶业。众善奉行，一定以十善这个戒认真努力去修学。自尽其意，这一条里面有定有慧呀。前面两句诸恶莫作，在佛家在小乘戒，独善其身。诸恶莫作是独善其身的。众善奉行是兼善天下了。这是戒。独善其身，我们一般讲小乘戒；众善奉行，大乘戒、菩萨戒。再加上自尽其意呢，这里就有定有慧了。我们的目的是修清净心。然后决定念佛求生净土，这才有圆满的成就。为什么不教我们学其他的法门？在先前这个时代啊，印光大师去我们将近100年了，不算太远。在大师眼目之中，我们这个时代修学其他的法门
很难成就。啊，实在讲，在唐朝的时候，啊，距离我们大概在1300多年，啊，1300-1400年，那个时候，清凉大师就说了，啊，这个话在《华严疏钞》里面，啊，他讲，三乘学者，有因无果。这句话我们不能够轻易看过。三乘的学者，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啊，这些修行的人，他证得了声闻、缘觉、菩萨，还是有因没果。啊，那么清凉大师讲的这个果是什么呢？果是一真法界。如果你不能够往生到华藏世界，你不能超越十法界而生到一真法界，都是没有果啊！十法界里头没果啊！六道就更不必讲了，哪有果呢？因此，诸佛菩萨都劝我们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往生极乐世界是有因有果，极乐是一真法界，它不是十法界。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有因有果。但是你要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生华藏世界，那就难了。啊，你要断见思烦恼，要断尘沙烦恼，还要破无明烦恼。啊，这个实实在在讲，不是我们凡夫有能力做得到的。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而菩萨的修学一定是建立在二乘的基础上，二乘人修学一定是建立在人天的基础上，人天成修行的基础一定是建立在伦常的基础上。所以顿人尽分这句话就太重要太重要了，事出事法的大根大本啊。所以印祖才说啊，他说纵然是古佛再来，我们常讲再来人呢，诸佛如来要现身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他必然也是讲顿论见分，必然也是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绝对不会提倡其他法门。印光大师为什么这样肯定地说？这种说法有很多人怀疑，那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法都不要了，就单单要你这个净土法门了，其他法门都不传了？提出这个意见的人多，太多太多了。他们说的话对不对呢？不能说不对。那正不正确呢？未必正确也。为什么未必正确呢？你一定要懂得，诸佛菩萨说法，他根据什么？根据十界因缘。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法了？
为哪一类众生设哪一类法了，你今天这个世界的众生是什么根基啊？啊，说其他一切大小乘佛法都要断烦恼。啊，以小乘法来说，小乘初果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他能断得了吗？假如说他一品见惑都断不了，连个须陀洹的果都不能证得，何况阿罗汉？见思烦恼尚且不能断，怎么能证菩萨果位？你对什么人说法了？如果每一个人的根性都像禅宗六祖慧能那样的，那个可以不必谈净土啊，那说禅就行了，他是那一类的根性嘛。我们的根性不如慧能大师，比不上人家了。你看他见五祖的时候，他跟五祖讲，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我们想想，我们如果遇到五祖啊，一定说弟子心中常生烦恼啊，弟子心中常生妄想啊，那怎么行呢？你心里头常生妄想，常生烦恼，三乘佛法就渡不了你啊，三乘佛法那一副药对你不见效啊，没用处啊。啊，所以最后这一帖药阿切陀药啊，这个药怎么会见效呢？它不需要断烦恼，叫待业往生。见思烦恼一品不断，也能够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而证得一真法界。所以印祖这句话斩钉截铁，非常肯定啊，毫无疑惑。诸佛菩萨如果是再来人到这个地方来，决定提倡净土，决定不会提倡其他法门。啊，印光大师这个说法我同意。啊，我完全肯定地接受，毫无怀疑。啊，他说的是事实。啊，这一个时代，这个地区的众生，他害的是这个病吧。一定要用这个药吗？不管什么样的大夫到这个来的，一定用同样的药。啊，因为只有这副药有效。啊，所以佛说法，法怎么个说法？诸位要明了，一定要切记切理。啊，切理就是决定引导众生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证得圆满的佛果。这切理，啊，契机的是一定适合于他的程度，适合于他现前生活的环境，他修学容易，没有困难，决定得到效果。
所以我们念佛往生，诸位要记住印祖前面那个四句话，那个四句话是基础。如果前面四句做不到，念佛这一生也不能往生。这就是李炳南老居士常讲的，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为什么那么多念佛的人不能往生？他没有做到敦伦尽分，他没有做到贤贤存诚，他没有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没做啊。对，这个四句话是基础啊。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基础一定要修好。所以有一些学佛的同学年轻的同学来跟我讲他想离婚，我就会骂他，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你有什么过不去先生不好，公婆不好，特别是公婆难处啊。你不学佛，那我就不说了。你既然学佛了，你就要知道啊，人与人的相处你们相聚一天也好，一个小时也好，一辈子也好，都是过去生中的业缘，没有缘，对面也不相逢啊。既然是有业缘了，就得要承受恶缘也要忍受难忍受啊。难忍受是你自己没智慧，难忍能忍，你应当处处提醒自己，过失不在别人呐，过失在自己呀。六祖大师讲得很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婆媳之间难相处，学佛的媳妇要常常想。婆婆没有过失啊，过失都在自己。如果你能够常常这样想，你是真正行菩萨道时时刻刻改过自新你就能把过去生中这个结就解开了常常都觉得他不对，我没有过失，你这个结愈结愈深，生生世世往返报复没完没了冤冤相报嘛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把这个结解开呢你要有智慧就把这个结解开了，解开之后这是法眷属了从冤家的眷属变成法眷属了，你说这个多好呢真的是自度度他，这叫菩萨事业如果你有这个遭遇的这个环境，你要懂得这是你行菩萨道你修行呢，这叫真修啊。修行不是每天念经拜佛敲钟沐浴，那个不是的那个修行的表面外表样子，实质就是在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把无量劫来的恩恩怨怨化解，这叫真修行不但自己
在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往生净土，不退成佛，也要把你这些冤家债主一个个的劝醒，帮助他们念佛往生不退成佛，你的大慈悲心表露显现出来了。你说这些冤家债主能不能度他？决定能度。为什么决定能度呢？佛在经上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呢，他跟你有缘吗？这个缘，善缘也好，恶缘也好，都是有缘。所以善缘也能度，说恶缘也能度，只要有缘是必定得度。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我们所有一切都要是归罪于别人，归罪于外面，是我们自己最大的过失。我们自己这一生修学不能成功，病根病源就在此地，而不知道外面境界没有过失，过失都在我自己一身。你能够回过头来，所以回头是岸啊！回过头来反省，这是你觉悟了，你开悟了。你能够反省之后啊，念念改过自新，念念努力向善，这叫真修行。佛法真实的利益就在这个地方求，要真诚，要恭敬。你要是真诚到极处，恭敬到极处，这个敬是敬人、敬事、敬物、敬业。你就能全部得到这个全部得到就是宗门讲的明心见性你就能明心见性如果念念都觉得自己没有过失，过失都是别人的，这是大错的错实在讲佛法里面讲，世间只有两种人没过失哪两种呢？一种是诸佛如来没过失给诸佛说等觉菩萨还有过失诸佛如来没过失。另外一种人呢，自己一生过失不承认自己过失，那个人没过失。凡夫愚人呢，他不承认呐。除这两种人之外，谁没过失所以如果要是得利益大小的都在沉浸，沉浸心大你得的利益大，沉浸心小你得的利益小，没有沉浸什么也得不到这是印祖讲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了，一点都不假了。无量寿经上佛教导我们惠于众生真舍利益这个教众生得真舍利益，就是教众生以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处世待人接物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在思想上你才真正能够看破放下，看破是彻底明白了，放下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你才能过得自在才能随缘念佛就决定得生净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谢谢诸位观看。